今日我哋 JD 咩？今日我哋 JD 顶具备人体工学设计，而且非常之型仔嘅 Delta Plus 轻型安全帽，一齐嚟睇下佢有几好 J 啦！呢顶轻型安全帽有棒球帽嘅时尚外形，鸭嘴帽型又可以遮下阳光。安全帽嘅外层系以聚酯纤维制造，提供高度透气功能。内层就是以高密度聚乙烯和 EVA 海绵制成，能够做到吸震、减低冲击的功能，而且它可以调校大小，就算是大头仔都戴得落噶。呢顶轻型安全帽咧，外形就够晒靓仔啦。不过其实它是不能够取代工业用的头盔噶，为什么呢？嗱，因为它的产品指引嗰度咧就讲到明，就话它不能够抵受重物由高处堕下的冲击嘅。所以就会建议从事轻工业又或者物流业的人士使用。如果有兴趣买顶的朋友，就可以到旺角新田地街找一下它了。